好好望住我呢啲啊！有請兩位。好。我望中間嘅大會攝影師先。繼續，我哋望住中間嘅大會攝影師，後面嘅全部朋友。咁攝嘅團隊包括導演許安華、詩人廖偉棠、詩人黃燦賢、監製許志堅同埋執行監製 Miss Alexandra Asano。話陳湛文、黃文慧、黃晴欣同埋陳佩詩嘅，咁呢個時候有請咁多位嚟到。一、二、三。好，繼續而家望一望我哋中間嘅傳媒朋友。然後望一望入，係咪在右手邊？好，我哋望埋右手邊。喺度呢邊㗎，我啱前面呢邊㗎。呢邊仲有啊，唔該，你攞落呢度啊，係啊，你都全新嘅啫，呢個位。有咩問題？先攞。好。過啦。好啊。你話工作係需要有籌備嘅。好，前面呢邊。好啦，咁我哋望一望中間嘅組合。望埋左手邊啦，我哋望埋左手邊。攞名前面呢邊攞一張。全部朋友，咁然後影埋左手邊好嘛？我哋望埋左手邊。相機唔該。好，我哋右手邊補多張嘅。中間啊，唔該。左右邊唔該。
前面買一張。所以我配完之後，我上癮。想挑戰啲咩？其實我真係上癮啊！一我都同啲上上，即係咁哇！原來配翻自己把聲真係真，唔係即係爹哋唔係咁講噶。阿女教翻我，仲有大部分揾一個國語老師去幫我配翻我自己嘅作品，用我自己把聲。首先请更多位热烈的掌声欢迎开幕电影《C》的团队。Thank you， 请就座杨乐文、伍明诗、伍明业，今日系台楼报俾咁多位传媒朋友拍张相。多谢晒，请就座 ，Please be seated。Thank you。亦都请直接可以俾我哋楼报影一张相，唔该晒。Thank you. Please be seated. 请就座。欢迎大家出席第4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典礼暨开幕电影《命案》同埋《C》嘅首映。汪祥宇先生，各位电影节董事、郑宝瑞导演及《命案》嘅团队、许汪娜导演及《C》嘅团队、电影大使郭富城先生。五年做大事，我想在我演藝生涯裏面，我想這一定是一個很難忘的一個印記。還有這五年裏面，我覺得給我的印象是，首先自己覺得很榮幸，但是我們剛剛也都遇正一個我們的疫情，那我們曾經試過是用網上直播，咁亦都試過有一年係停辦嘅。其實我覺得做大事最主要嘅我嘅責任，希望就係可以去推動一個電影節裏面，令到我哋觀眾可以睇到更加嚟自世界各地優秀嘅電影，同埋促進我哋所有電影人可以嚟到香港做一個交流。咁亦都希望令到我哋香港嘅觀眾可以係對一個電影嘅一個去擴展他們一個電影看電影的一個視野。那我覺得五年裏面我都盡量做到多少得多少，那也都跟我們團隊一樣，我覺得特別一定要讚的就是我們香港國際電影節裏面一直為大家用心去做好這個國際電影節的團隊，給他們掌聲好不好？ Hey. 因為這五年裏面我看到有很多困難，但是我們的團隊是真的很用心去做每一個宣傳的工作。他們覺得是難，但是他們都不理那麼多，他們說了一件事令到我或者我看到的就是做得多少得多少，不要蝕地去做。其實我覺得也是好像我自己本身在電影上面或者我對自己的演藝事業上面的工作上面一樣，做得多少得多少，盡量可以做到最好，不要蝕地。還有是也都是符合了我們今年我們香港國際電影節第47屆了，主題是很特別的，就是叫做永不停步。在這裡我希望大家都一樣永不停步去支持我們今次的電影節，記住3月30日到4月10日，3月30日到4月10日香港的電影節第47屆等著你們來看，好嗎？多謝，多謝曬成績。最後一個問題，因為難得請到影帝級的演員過來，你都要問一問關於電影的問題。其實呢，你接戲的時候有沒有說哪一個的元素是會令到你覺得啊，因為有這件事發生，所以我接這個角色來做呢？老套一點就說一劇之本，是不是？當然電影一定要追求好的劇本，劇本是最重要的，這件事是無可厚非。如果你問到我真的本人兩個字，不是命案，兩個字，緣分。我覺得電影就是講緣分。一部好的劇本，一個優秀的團隊，一個導演，一個電影公司找你去拍電影，可能他欣賞你，但我覺得緣分很重要。兜兜轉轉，可能他是怎樣怎樣，最後可能都是落在你手上面一個好劇本。所以我覺得電影是講緣分，還有要講兩個字，努力。
要同導演傾下偈咧，都係焦點影人鄭武士先生，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嗱，《命案》呢一部電影咧，好多人都會想同你上一部嘅電影就係《至此》做一個比較嘅，因為都係講命運啦。咁上一部就係基本上感覺係同命運同埋救贖有關啦。今次又點樣去演繹命運呢？今次由我第一日聽到阿賴海個故事，我就自己就好有感覺嘅。咁由影像拍咗好多關於命運宿命嘅電影，亦都拍得好好。咁我覺得賴海好大膽嘅，今次去再一次去寫命運呢個題目，但係又行多咗一步半步，即係我自己覺得大家講命運嘅時候，好似好多嘢都係捉唔住，或者係唔係自己控制。但係希望睇完個戲，大家覺得仍有空間俾我哋去選擇點樣面對命運嘅態度。呢個係我睇呢個戲或者係呢個劇本最感動我嘅地方。好多個戚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一講發生咗咩事咧？都係緣分啦。因為嗰場其實我哋拍到半路啊，去差唔多接近尾聲嘅時候，即係導演啊同阿賴海啊，大家都喺度諗緊，因為其實發掘無限可能性嘅好多時都咁變咗咧，就佢就不停每一日。嗰十幾個鐘頭都不停發掘無限可能性，同一場戲就拍咗，我話俾你聽係超過幾十 take 啦一日，咁但係嗰度拍咗幾日，咁你話有幾多 take 咧？咁但係因為我哋覺得命運選擇呢樣嘅命題太大啊，唔係咁容易可以俾一個絕對嘅答案啊。咁其實變咗導演喺度揾緊，賴海又喺度揾緊，而我自己都喺度揾緊，究竟係點樣樣咧？咁變咗嗰 take 咧，就其實拍到係都喉嚨都冇曬聲噶啦。咁但係相對地，佢哋一路睇嘅時候係啦，係咁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其實當其時係就係講我黐咗線嘅狀態啦。咁其實即係又係俾佢逼到黐咗線啦。咁呢啲就係緣分啦，冇辦法啦，拍住佢就係咁啦，大家都知道。你個角色都又係幾癲下嘅噃，又點樣揣摩你嘅作品呢？點樣揣摩？我覺得成件事係由拍攝嘅時候先開始揣摩，我覺得。然之後就慢慢同導演啊、同家棟夾啊，中間有好多過程、好多糾結嘅心情嘅，但係佢哋就教我慢慢將逐樣逐樣放低，慢慢投入，慢慢投入去角色，慢慢投入去場景，慢慢去選擇相信身邊所有嘅嘢，而慢慢構成呢個角色嘅咯，咁我喺戲入邊嘅角色咧，係做一個年輕嘅鳳姐啊。雖然佢好年輕啦，但係其實佢過往咧，佢嘅人生都係有啲遭遇嘅。咁喺戲入邊咧，就有機緣巧合咧，就遇到 Lockman 嘅角色啦，跟住都牽連到咧，認識到大師即係家棟嘅角色喎。咁家棟咧，佢喺入邊咧就話我有啲遭遇，同埋我嘅命運係啲咩咧？咁大家陣間入場睇就可以期待一下啦。好，我係陳湛文啦。咁我今次飾演嘅角色咧，其實就同佢哋每一個角色都有啲好微妙嘅相遇嘅，而呢個相遇咧，又驅使到佢哋嘅命運有一啲好坎坷嘅遭遇啦，咁樣啊。咁詳情唔講咁多啦，咁大家一陣一齊睇啦，係啦，我自己都好期待，因為我叫 Bonnie。多謝你哋喜愛，我喺《命案》裏邊咧係飾演一個平常百姓家嘅女人，係一個好媽媽，大咗年紀生咗一個小孩子出嚟，如虎含辛咁樣養大佢，但係估唔到請你哋繼續收睇支持我哋呢部電影，就會知道事情命案點樣發生噶啦。我係黃晴欣，今次我第一次去接觸電影啦。我本身係做舞台劇嘅，咁我飾演嘅角色咧係一個年華老去嘅鳳姐。咁就因為咧有啲年青嘅鳳姐就同我搶客，咁所以咧我就要揾林家棟飾演嘅大師咧就去幫自己咧揾多啲客。咁但係當時就知道咗咧，原來我有個死結喎。咁之後點咧？又嚟去睇下個電影就會知噶啦。係啦，我係 Pansy 陳佩斯。我嘅角色咧係一個大肚嘅差人嚟嘅。咁喺追賊嘅時候咧，咁我就有一個情節咧就會俾 Lawman 電暈咗。咁究竟會唔會變咗命案咧？都係一陣大家睇就知道噶啦。好，所以我覺得睇完都大家都會有一啲感受嘅。已經有傾下啦。其實呢一部嘅電影咧，係喺新冠疫情爆發嘅期間去拍攝嘅，係咪都好大挑戰啊？都係好大挑戰嘅，因為主要因為我哋除咗喺香港拍之外，仲會去到台北啦，同埋依個翻去內地深圳拍攝啦。咁嗰陣時，我諗最大 challenge 都係要多謝N 導演啦，同埋其他啲製作團隊啦，因為隔離的確係非常之辛苦嘅。
我的感覺就是恰逢其時啊，真係。其實呢幾年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壞的時代，咁一個壞的時代咧，可能是一個讀詩的最恰當、最好的時機。咁啊，許鞍華導演咧係我所認識嘅，即係我都好關注香港電影咧。咁係我所認識咧，對時代同埋詩呢兩樣嘢都有發言權，同埋係好了解嘅導演，所以係即係非佢莫屬啦，即係拍呢部電影。我咧就知道呢個消息咧，就覺得我覺得比較奇妙啦。因為許鞍華咧係一個個年紀。和他的名氣，中國人一個話叫做德高望重，是。他拍的一個題材呢，是在香港所有的事物之中最沒有人知道的東西，是的。就好像在一個黑暗的廣場呢，一陣聚光燈啊，這樣聚焦在嗰棵小樹之下的幾棵青草啊，咁樣係啦。OK， 多謝。有詩意啊，好有詩意真係。上任。To see it. Thank you so much. 多謝曬詩嘅團隊。Thank you. The team from Elegies. 電影《命案》導演鄭寶瑞，《命案》嘅主演陸文，監製朱淑儀，演員伍詠詩、吳庭業、陳湛文。亦都有剩兩位詩人汪昌言同埋廖偉棠。繼續有剩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董事局嘅成員 ，Please welcome the board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執行團，香港電影文化中心總經理蘇紀禮 ，Festival Director 同埋節目總監黃志輝。好，我哋请咁多位嘅嘉宾可以先向台正中间嘅传媒朋友望向先，跟住我哋右手边嘅传媒朋友 ，please take a look at our right-hand side cameras， and to the cameras on your left， 跟住望一望我哋左手边嘅朋友，多谢晒咁多位。第4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典礼已经圆满结束啦。谨代表大会多谢咁多位嘅赞助商同埋合作伙伴、电影发行商、传媒朋友同埋观众嘅鼎力支持。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for joining us today.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ociety, we are here to give you a massive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partners, sponsors, film distributors, media and audience for your dedication and support.